哎，开始录了吗？为什么这里没有？雷喂喂 ，Good morning, Musi， 好久没有说这句了，最近怎样？今天我是12月31号，是2019年最后一天，天气很好。就是现在已经是1:08了，所以已经不是 Good morning，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这个 Brunch Club。然后之后我们去 Edinburgh 走一走，然后再享受 Scotland 的 Harmony New Year Eve。我们看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吧。啊，对，那个，哎呀，讲话好像有点 K。是啊，是没有那个，因为我只是要说我很 K， 没有，讲话有点 K， 拍得太 K 了。所以你们说话也不要那么 K， 我说话就不 K， 现在说话就不 K， 你们就努力不 K， 就新年快乐。因为什么说到这个 K 这个字啊？因为 Audrey 说他又英语拍影片，说很 K， 你不要这样学他。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英语。大家好。What's your plan today？ No. No, no.At all. So, do you know the word Harmony? I don't know. So, Harmony is like the New Year Eve in Scottish. Oh, really? Yep. So, classic French toast, bacon with maple syrup in brunch club. 喂，怎么在拍？哎，不要再拍，我当然知道在拍啊，因为我打算说一个很有趣的话。因为我这个车呢是2008年出，哦，没有，先说我们这个要去哪里。等一下 ，low battery， 要不要买了？喂，又再来一次，这个是不是太假？怎么在录啦？我当然知道在录，因为这是第二次拍。好，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们从，哎，很危险，因为有车要出来，看不看到这个 Volkswagen？ 我先过了它。然后它就会定在那个速度，是原始定速，没有 high technology， 但是一样很好用，好像我这样没有 fancy 的 anything， 但是一样那么好看。好，我们在 Edinburgh 见，拜。好，现在我跟 Audrey 就来到 Edinburgh， 这个叫什么？ Offer seat。是 offer。很长吗？没有。那怎么办？啊， offer seat， 这是在这里。然后我想给你看的就是 illegal parking， 大家都是这样停车。啊，走吧，我们要走 socket。12月31号就是这样停车，因为 car park closed， don't even need to pay。好，我们现在就走上去，看到太阳下山之前，可不可以看到美丽的？的，说话有点 K 啊 ，K。是呀。K， 说话有点 K。K。K。它对上。对，夕阳，哎，终于不卡了，好，拜拜。啊，很久没有做 Frogger， 呱呱呱呱 ，Frogger， 这是怎么说也说不好。不管怎样，有自信说出来就是对，是不是？对，就 Frogger。
太久没有一边走一边录，然后看我们用了两分钟就已经走到那么上面，然后找到新的 technique。 如果你要走这些山的话，不要只是走这些白白的路，因为很滑，要有技巧一点，就是走这些很好吃的草，它那个 grip 就会好很多。如果你是一只羊的话，我 recommend 你先看我的频道，然后再吃这些草。如果对，如果你不是好，我走这边。如果你不是一只羊的话，你还是可以试试这里的草。我们上到对面，站在最上面，是不是老了？站到最上面，给你看看这个 overseen 的 view 吧。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ll be required to leave the arena at 6:30 as we prepare for the Edinburgh's Hot Money Street Party. Ha ha. Ha ha. Ha ha. 所以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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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The public will be required to leave. So get them off.Get the back off， 所以有票的人才可以在这个 area 出现，在六点半以后。你现在有票啊？票在我手上。所以我也是 get the back off 之类的。哎 ，bad boy， 我现在会去 Glasgow， by Edinburgh 不是我的地方，没有票，但是我。下面也是吗？还是？是啊，就是下午的。啊，所以 gonna be big party for the hot money tonight。我们等一下七点半开始，看看有什么东西吧。得先填饱我的卡 K 填饱我的 K 肚子，不是，没有，我的肚子很饿。但是所以令到我很甜，所以就先填饱肚子吧。哈哈，全部都是黄色的神奇宝贝。为什么是神奇宝贝？哎，随便了。他们都知道一个 big night is coming， the crazy animal is coming。挖豆芽 yeah。 挖豆芽，挖小妹，挖小妹。What should we jam me de? Yes. What should we jam me de? Me de chua bin. What do yao jam? What gui? Whoa! Bravo! What got li go? What got li go? What do yao jam me de? 这里应该很吵，听不到我说话，但是我大声一点点。这些东西我每一次戴这些 wristband 我就是超紧张，因为一戴就是几个小时。你想一想，这个你戴太紧，它就是抓着你的手；戴太松，你又觉得它会掉，就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就紧就不行，松了不行。你想想，我一戴这个，一戴就戴到2020。啊，不戴了，不管。拿下来，如果破了，那你这个就没有用。所以你看到 Audrey 随便就戴了，拿不随便，拿不下来，没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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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Thank you， this is no joke。Guess what？ This is a burger， 是一个 burger， 它叫 pizza burger。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切开拍一拍，我就是我很饿。
八豆腰。八豆腰，我八豆腰，我得不客气。好，为什么那么冷呢？因为啊 ，damn， 等我一下啊 ，Why Siri？ 而家几多度？而家零度。你就听到 Siri 说，现在零度，所以好冷啊。我们快一点进去吧，好冷啊。来 ，Audrey， 喝醉了吗？好，没有喝醉。KFC 的全险是什么 ？KFC 的全险是什么 ？Kitchen for chicken。是吗？是吗？是蛮 make sense 的了，是蛮 make sense。King for chicken，King for chicken，King for chicken 也是蛮 make sense 的，所以现在有，哦，你们猜一猜是 Kitchen for chicken 还是？King for chicken. King for chicken, maybe it's for the final answer. 你最后看下雨天，不要笨了，我哪里会那么小事要下雨天？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Kentucky 是美国一个 state， 所以 KFC 是从 Kentucky 来的。对不起啊，我现在就要进去。好，先进去啊 ，Strip Party. Edinburgh, Hopney, show you your ticket.You know what, Lucy? I love to be exclusive. Members of public are required to leave.要我们声音导航解释一下在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 ticket 里面是包一个 drink 的，然后 Audrey 拿了两杯，没关系，他因为人家以为他帮我拿，但是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就他拿两杯的时候，我再拿一杯，所以我们两个人只要三杯，我就可以喝两杯。没，我们喝两杯。18岁以下不能喝酒哦，拜。还有怎样骗人一杯酒是不对的哦，所以大家不要学哦。我跟冠冕堂皇、冠冕堂皇的理由呢，就是人家喝小杯就没有那么醉。你看到他连一个杯也那么好奇，所以都不知道是不是在好好拍影片，所以就让我声音打吧。好好好，认真一点。所以你进来了就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人在街上。然后又在这个好像是 National Gallery 旁边，又看到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好了好了好了，认真一点。就基本上这里呢，你都是听到音乐的，然后你就可以喝酒、跳舞。很多人以外呢，还有一些增加跨年气氛的附属品，更受附属品影响的人。哇！Welcome to Scotland, the perfect stage. Where is it? Look at that. Is it perfect? We don't know. Let's check it out. It's gonna party. This is
cathedral. Audrey 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你来找我吗？对啊。哦，所以他的人比我好，他在找我，但是我没有在找他。Bad boy, bad boy。你真的觉得我会不见了，是不是？我不是觉得你会不见，我觉得是我会不见。你会不见怎么办？就这样喽。没关系。好像 Edinburgh 有飞机回去台湾，对，直接买机票回去台湾就可以，然后再飞回来英国，那就不会迷路了。Easy peasy, lemon squeezy。Damn! I totally missed it. Cause like, I realized that it's like every single hour they have like kind of like practice countdown and do the firework. Very, very generous. So it's 现在是2019最后一个小时，下一个小时
小时。下一个 countdown 就是 the real countdown。Show me the money。我们两个人买两张，居然再多一张就3磅，然后一张4磅。Marketing technique, marketing student, a marketing director from my uni, from our uni.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Shite man with a Scottish shite man. Oh, whoa, 等等，刚刚那个 first trick, second trick, 他8磅，我付20磅。来来来。I gotta ge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Oh, 就是基本上他说就是不找给你。Damn. 啊，所以就付8磅吧。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拍，来不及拍，来不及拍。What? 这是什么 ？Is that progress? 没有这些啊，叫我买多一点啊。啊哈，我还没说这个4磅是什么，基本上你就拍完照在这里 ，pop money， 然后你付4磅，不要付多 ，don't overpay， 然后他直接 print 给你，是一个 postcard 之类的，然后送给谁 ？Bruce is a nerd， so I'm not gonna send to someone， send to someone， I'm not gonna send to anyone， that's why， shit， 哎，哦，那么快就好。Happy New Year from Edinburgh. This is not. 啊？你好像他那张好看一点。是吧？你后悔了吗？不，我这个5磅卖给你，我3磅买你这个。不要。问我。哎，觉得可以吗？不划算啊！对啊对啊，我很不划算。我不划算。对，我很不划算。我不划算。好，不要讲了。还是这个肩上啊！我4磅卖给你，我3磅买你。好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哎哎哎，无伤不干。好的啦。在我镜头都不敢说话，是不是？不敢说话，不敢说话。害羞。害羞。害羞。因为我太笨胖了，所以就是他害羞，他怕了我。Show you the arrogant moves. So， 现在给你机会在我的频道说话，哒哒。说什么 ？Happy New Year！ 好，介绍一下。你在喝什么？我现在在喝的这个叫做 Moon Wine。有什么特别？它有点甜，然后它涩的热红酒，然后它主要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在那个英国很常很流行，就是你在 Christmas Market 你一定要喝喝看。不错不错，你知道我 expect 的 answer 是什么？我原本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喝什么，然后他就说啊 make it two make it two。我以为是这样，然后我 expect 的 answer 是我不知道我在喝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呛他说，你怎么可以喝陌生男子给你的饮料？然后他什么都知道，哎 ，Happy New Year， 所以 Long Wine for Christmas。啊，刚刚换电池，所以你在想什么？没有，我在发呆。发呆发什么呆？就放空啊。放空放什么空？没有吧？好吧，自己也是，我自己也是没救。都说发呆，你还要想什么？难道跟你说我 demand supply DSG model？ 啊、oh, ，that's too much。Nah, never too much。如果要你给你最棒的笑容出来，会怎样？3、2、1。不错，你们觉得？为什么我要怕我自己 smile？ 不要。
这个影片已经是2020年，然后我很期待，我真的是 put my dedication to share my happiness. Maybe I could, probably not. I don't know. You are the judge. See you, mercy. Money, hot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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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y, 2020, hot money, hot money. Now we're gonna have like last 3 minutes. I'm not gonna go anywhere. I'm stuck. We're stuck.I don't care. I'm gonna stay here. Rush the toilet. Yes. Disgusting. Disgusting. Why does somebody not know how to flush a toilet after they've had a shit? It was me. Well, it was fucking one of yes. Disgusting. Yes. Disgusting. Disgusting. I mean, Moosey.It's my really first time to like properly celebrate Hot Money in Scotland, because I went somewhere, anywhere each year. But I would say like Scottish people, or like people in Scotland, they do know how to party. Look at that, it's like they create their own after party. And whoever walk around, pass by, I gotta join it.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Yes! Look at Audrey! 哪里有 ending 才说最近怎样？大家真的最近怎样？嗯，看来 Audrey 有看我的影片，不错不错不错。好了，还是那句，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啊！哈 ，2019 wrap it up， perfect。We're gonna see you tomorrow， 2020。See ya。Bye。Bye。Not gonna be fried chicken. No.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Right, you need fucking two.